中国人告诉你，知道要假装不知道，看见要假装没有看到，听到要想我们在，是有道理的。我们是老子的信徒，我们从无变有很容易，从有变无很难。你身上有没有带钱？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处理的事情，你身上有没有带钱？多半都说有了，不很多，那不要很多，多少吧？500，那借我300吧。你全完了，我告诉你。对不对？你身上有没有带钱？汹涌出来，没照半仙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因为你没有权利问我这种事情，是问的人错，不是这个人骗人。我们常常把这个倒果为因的，就害死自己。你身上有没有带钱？早上出来太匆忙，一毛钱没有带，保护自己。他要跟你借钱，他应该先说。我妈妈要我买东西回去，可是我出来的时候忘记带钱，我总共只需要300块，各位方便啊，借给我，我明天就给你。大家争相借给你。那先后，这个大学里面说知所先后嘛，你都没搞清楚嘛？你怎么可以这样问？那问谁敢说？听说你要去香港没有？一定说没有了。说有就惨了。听说你在香港，是什么时候？后天。来来来来，我妈妈要买5样东西，你帮我买，然后买回来钱再给你。结果东西拿了，钱没有了。我们都是痛苦当中才学习到说先说没有，因为没有要变有很快。听听觉得我可以借你啊？我刚才摸这里，这里没有摸到，来来借给你。口袋好几个，就是有一个地方没有摸到嘛。孔子讲太极是阴阳，老子讲有跟无，我们是以无为分母，以有做分子。西方人倒过来，西方人只承认有，他不太重视无，这西方人很大的问题。没啦没啦，大行都无，你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然后听到大家说这样意见都不怎么好，才说我突然间想到，我突然间想到，啊，突然想想这么高明厉害，其实我已经讲3天3夜了，这个不叫阴险，这个叫保护自己，尊重别人。所以很多事情你要把那个动机搞清楚，啊，否则的话自欺欺人，而最后吃亏的永远是自己。记住我这句话。我一直到70岁以后，我才相信说，所有疑难杂症不要向现代人去找，向老祖宗找，非常安全可靠。向现代人去找，后遗症一大堆，因为他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。